感恩节十一月嘛，唯一队的我看，唯一队的，可以了，唯一队的。不然的废雪是什么？不然的废雪，你们为什么出一个这个不然的废雪？谁知道生日啊？管他妈妈嫁给谁啊？他生日关我屁事啊！对啊，谁知道？谁为什么？对啊，他最近拍那个电影，金鱼得了得奥斯卡了，不然的废雪，对啊，金鱼爸爸，生日谁在乎啊？Come on. 事情发生的时间一到十二月，那感觉怎么样？十二月蛮难的吧？这跟二十四节气有关。来，从一到十二月，请发牌。来，他在讲，他在讲，拿一个就可以了。拿节庆吗？对，马哥做过比较多节日吧。来，两分钟。哇，他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但是他这个比赛跟哈校园有关系，他是台湾，应该是台湾的哦。台湾的比赛类似像是篮球吗？不，先不能问，不能，不能问，就很像台湾的那种那个联谊赛。哦，一句话，他讲成一个故事，他不知道怎么，没关系，他做两分钟，形容快点，他不来讲，形容，来，我第一张牌两个字，然后是夏秋冬的第一个。四季的第一个字，然后两个字，然后过年讲到里面这样，里面第一个字啊？什么？对，过年。好，两个字。对，哎，两个字，然后第一个字是夏秋冬，是季节好的，对。然后再来这个就是中华民国的起，中华民国的因为这个东西而成功了。哦，哎 ，OK。OK。OK。我这个，中华民国因为这个成功了。对。这个。打仗，在大甲，然后非常盛大，很多人会在那个吊子上面。OK， 手不要比，还演。好，知道。好，我的三个字，这是一个充满谢谢的日子，然后会烤很大一只飞禽，还加。OK， 我了解，好了解，好简单哦。我前面两个字是一个国家，就是我们这里，然后第三个字是灯会发。OK， 好。然后第四个字是肚子的另一个说法。好。来下一个，三十秒。肚子另外一个说法，哎，三十秒，三十秒步这个部位。我这个应该是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《妈咪》啊，那个《妈咪》那部电影的男主角，哎，他生日。哦，我知道。生日。然后另外一个是，哇，太难了。妈咪。另外一个是海边的一个美很大的，否。这好难哦。是不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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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。没有声音。他是一个颁奖的。颁奖的一个活动，啊，两个字的，国外法国的一个地方。OK， 好，了解。我知道，你也不知道几月要法国，不知道啊，这太难了。来哦，我们这太难了。四分钟时间，来准备哦。好，排序的谜底，从一月到十二月。一月到十二月，我这太容易全错了。我先把简单的，先把简单的嘛。我这个哈，我这个是大家都很期待过年嘛，对的这个假期。对，所以呢，但是它不是一月，对，不是一开始，所以你绝对会是第二个嘛。我第二个，先第二个嘛。我这个先报第二个。然后我没有先报。你是大概，然后我这个是烤很大一只飞禽。好，谁认为谁之前一到四号，谁认为谁在前面？来，我在后面。我在后面。你们都在后面。你刚刚都在后面。那你呢？我的是四月比赛，就是不要给他看到啊，我们不能看到。我的应该才刚结束。你的什么？你是想讲能丢的那个？哦，那个是在我前面，在前面。你那个他应该是大甲，他应该是三或四，对。一个绕境的行为，然后那个，我在前面，我是后面的，我一定在后面。我在想他生日会不会是一月？谁的生日？汤姆克鲁斯，妈咪，不要讲到几月，不会讲到谁啊？对不起，对，张文琪那个是在讲一个名字的杯的那个，对，然后大家都会来比赛篮球赛，对，那个应该是五六月之类，没有，哎。八月是好像是秋季，就是那你先到中，那你先你好，那这样吧，那我就第一个，这就两个，我哪知道这个啊？第一个好了，就是我算我先好了啦。觉得你有信心，你的是谁？如果你是一，我就二。对，因为他那个一定是二，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快点要时间两分钟哦。这个真的比较难。好，那我就二了，我这一定二。好来，好。为什么来？这什么啊？好，然后春节再来那个什么妈咪，刚刚那个什么那个绕境是三月还是四月？对对，三月对。三对对对对，好再来。
我没有，八月。我们是后面八月啊。然后还是后面。那陈哥刚刚这个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一个颁奖的啊。会吗？不，电影的颁什么奖？电影的啊，台差电影节这种什么？不是，它是发在法国的海边的一个城市。对，威尼斯影展。两个字的，两个字的，坎城影展。对，这我不能讲太清楚。但是几月？但那个影展应该也是后面一点，八九月。如果不会有的话，最近就应该要消息。谁在后面？谁在四五月？四五月。你是什么？讲一下你的，再讲。还有一分半哦。三月八。来，这边。他那是要庆祝一个台湾。在日剧时代，对我们变成现在，那个是后面的后面，那你先摆后面，他跟他顺序啊，谁？四五月、五六月的，我来，我了，中华民国就因为这一次成立了。啊，对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所以在这边四五六月，对，差不多，好，应该是，因为语气节约书，一分钟，快点，真的吗？一分钟，没有时间了哦，一分钟。我这只摆了三号，我们也不能看，不能看。然后，要擦就擦。你最后，我的一定是我觉得该我了吧？你的是什么？就是颁奖那个，刚讲的，对，刚给他讲的那个。好，再来。我跟他的话，我觉得你好像是十月。你是十月。那谁？你先，然后再来我。对。好，就这样。盲擦。不是有动就擦的。干白好。30秒。哎呀！哇塞！真的穷慈悲啊！不是慈悲啊！台湾光复节期啊，十月二十五啊，12月25号吗？十月，台湾光复节，十月二十五啊！那我这11月啊，这11月24不是吗？啊，这不是11月第三？对，结算11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对了，台湾光复节，然后穷慈悲8、9月嘛，七八月，那坎城影展应该是7月。那都完了，这两个，这个是八月，这两个是八月，对，武昌起义的，武昌起义为什么是四？武昌起义几号？六月，武昌起义几号？不是十月10号，哎，国庆日啊，国庆日啊，我记成因为被起义了，心态双十，对，怎么会起义？我们怎么会心态双十？怎么起义？马哥还有什么奇异？辛亥双十哎，因为七四变，不是他插的时候，你们也没反抗啊？对啊，你们也没反对啊？忘了，但是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林觉民《禹锡绝约书》，就是不是在这个奇异？林觉民《禹锡绝约书》，他是在七月。哦，你这么记这么清楚？双十嘛。武昌起义10月10号啊，那他《禹锡绝约书》怎么在7月就写了呢？对，他先写，他要走了。哎，马哥，你要写遗书，也要先写啊。对啊，那死了什么时候叫托梦？不是，但问题是，对啊，各位，先我们在搞笑，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329七，哎，对，让另外一个，我他想青年节，青年节，青年是什么？李欧哥，那个黄花岗烈士。对啊。华冈72烈士，没有武昌起义就是成为这个东西嘛，那成就10月10号。我讲错了，哇，你这个东西先不要吵，好不好？今天你是，我们现在看看，哦，那是武昌起义，啊，这是10月10号。照理讲的话，应该就在这个地方，这里啦，这里啦。我看这不是武昌起义，不是台湾光复节，没有。所以10月10号这个，然后再才感恩节。现在已经没有再过光复节了。那这个是谁？所以这个一定是什么？哎，这个一定是。这个一定是什么？武昌起义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这两个很简单的。那感恩节一定是最后。感恩节11月嘛，唯一对的，我看唯一对的，对吧？唯一对的。不然的废水，你们为什么出一个这个不然的废水？谁知道生日啊？管他妈妈嫁给谁啊？他生日关我屁事啊！对啊，谁知道？谁为什么？对啊，他最近拍那个电影，得奥斯卡了，自然的废水，对啊，金鸡报，好，我现在他这是得奖影帝，目前没有一个对的。春节照理讲就在第一个啊，应该是2月。春节农历的制作单位农历。你录那么久，你还不想你们？他们一定会想说啊，春节是第一个，就当很明显，他一定是第二嘛。他这边还一定还有个什么鬼？一定还有个什么鬼？马哥，不要再接，不要算。我们来赌好不好？好了，马哥，你赌什么？被害妄想。第一个就是，他们怎么是这样？这里有只有八张，对，只有八张，12个月，他怎么可能？他这春节都一样，跨度你把那布兰登废雪摆在第一个，所以你这个春节完了应该叫妈祖绕境啊。对，
对不对？沙威里沙农历啊，对，这是四月嘛，没错。沙威里沙妈祖现在是农历啦，就是布兰登的错啦，大概就要四月啦，对，布兰登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坦诚讲，最近才报新闻啊，才刚过，有印象。最近新闻才有在写坎城影展，真的，还讲到大陆谁谁有去啊，谁谁谁，有没有？对对对对，Jenny 也有去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坎城影展啊，对，五月啊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什么？为人是雄狮杯啊，因为都是在什么五六月六七月啊，暑假，对啊，那感恩节十一月啊。是不是全错？哇塞，全错，没有对一题吗？全错，全错，我连最后一个。没有想到春节不是第一个了，对，因为我真的是深思熟虑。被害妄想症。你身穿五三七，你把它弄成几月几号了？还深思熟虑了啊，轻低哦，零分啊，零分，哇，零哦。来哦，我们进入 round two。